韵母系乜嘢呢？韵母系任何一个音节嘅发音部分，所以一切韵母都以元音作起点。英语有45加加个韵母，45系指乜嘢呢？它指一啲英语同广州话互通嘅韵母。第一个加指乜嘢呢？它指嘅系英语独有而普通话同广州话都冇嘅 A 音韵母，例如 man、land， 例如 too bad， 唔同 too bad。第二个加指乜嘢呢？它指韵母有时有变化，从而产生另一个新韵母，例如英文字 hi 六通音标是 HAAI1， 韵母 I 读作 I， 当 I 之后加 S 就产生了一个新韵母 Eyes， 例子有 size， 音标写作SAAIS1， 韵母就是 Eyes。 胡伯熙先生发现广州话所用的韵母当中英语都有用到，其中有45个韵母是共通的。既然是共通，认识一个广州话韵母的发音即是等于认识一个英语韵母的发音，认识广州话韵母的发音即是等于认识大部分英语韵母的发音，所以识广州话的中国学生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英语发音的大部分困难一扫而空。如果学员对广州话的认识不深，以致感到有困难以广州话读出45个英广共通的韵母，他们都可以只从学习45个英文生字作为起点，并熟习这些字的韵母，相信就算不懂广州话的学员都感到英语韵母的读音其实并不难掌握的。请大家按下页45个英广共通韵母表的示范。此外，学员都要熟读六通英语发音秘笈一书里面对韵母发音的详细讲解，包括关于第一个加和第二个加所指的两类韵母。